高。全部马匹准备妥当，三场四班千四米的路程准备。好，你一开闸嘅时候劲有波幅漏闸啊，响个包尾啊，前面快嘅马咁啊，见到内栏女英进着啦，咁啊出边有龙腾马跃噶，响个第三位外边粉红眼罩有盈彩，内栏黄眼罩仲有驾月啊，中间美丽宝宝就第五位，咁啊再响外边咧仲有绿茵福将啊，好多阵红骏之星中间夹住王者再现就黑衫嘅，出边蓝衫就一定赚啊，咁啊尾五内栏劲有波幅啊，拍住佢外边咧仲有夺冠就紫色衫。尾四噶，后边三只荣达之宝啦、华丽再现啦，包咗落尾世界纪录啊！好啦，咁啊转紧弯啦，前面女英进着咧就采取一贯放头嘅策略噶啦，咁啊跟住落就系驾月啦，第四位踩个龙腾马跃啊，内栏红衫红骏之星中间美丽宝宝啊，内栏灰色衫大面箍劲有波幅啊，揈出去出边嘅马咧，咁啊有呢只绿茵福将啦，马林中间稳位咧仲有王者再现噶，好啦，斗到嚟最后三百啦，透出嘅马有呢只女英进着，驾月就追紧马有呢只女英进着，驾月就追紧佢，咁啊再见到中间龙腾马跃啦，响外边位置王者再现真系逢马过马上紧啊，在外边位置仲有世界纪录啊，最后百零米王者再现中档已经系突围出啊，外边夺冠追埋上嚟，出边仲有世界纪录，中间龙腾马跃接近终点，王者再现爆啊，第二名夺冠啊，第三名世界纪录出边，中间咧就嗰只龙腾马跃啊。咁啊，結果呢場賽事呢只王者再現臨尾嘅飛數咧嚟得相當勁啊！獨贏得翻32倍喺呢度夜馬奪冠衝上嚟跑第二，出邊世界紀錄咁啊，第四名係龍騰馬躍啊！一有啲進步即刻到位，仲要落啡格得手添啊！32倍啊！呢只王者再現奪冠加個眼罩都明顯係好咗嘅，跑第二啦，第三。世界紀錄跑第四嘅，臨尾落到23蚊嗰只初出馬龍騰馬躍啦，好犀利啊！見到王者再現啊，9/12係著咗啡格 Q 嘅，1250倍，佢好早落飛，1250蚊啊！其實睇下個預計派彩先啦，跑第一名9號嘅王者再現啊，獨贏得翻321.5啊，位置派57蚊，跑第二名係12號嘅13蚊，跑第三名13號世界紀錄位置派35.5，連贏位9/12派1252蚊，三紅彩9號、12號、13號派29812蚊，單支派4416蚊，位置 Q 9/12派320蚊，9/13派499.5，12/13派111.5，跑第四名係4號嘅龍騰馬躍。睇下个组合独赢3-1啦，胜出组合 A3 其他冷门啦，派32蚊。岳飞就得手啦，系啊，一收敛啲脾气啊，真系啊，估唔到佢即刻到位可以。其实佢初出第一仗咧，当时都跑得唔错，嗰时雷景分跑。好多資助啊，咁跟住，但系其實佢自己隻馬都有幾唔錯嘅追勢啦，咁樣雖然名次係較厚啲啊。Win Pay 都著咗啡格噶，嗯，同埋今場嘅步速都幾快喎、啊，原來真係你見到第二段開到21秒03啊，睇下個四連玩啦，派2232蚊，四重彩派115251蚊。咁啊，形勢上對於呢啲馬都會較為有利啊。不過都真係要有進步先得嘅。嗯，另一隻洛菲洛得好犀利嘅大熱門啊，龍騰馬躍早段其實就即係都搶咗一輪啦、啊，跟住之後 hold 翻住啊，咁但係一路跟住個步速都比較快啲，咁翻到嚟就唔算太多啊，我見到又翻到第四。奪冠都係啦，熱咗長身亦都係有進步啦，大林馬。1200磅，集中好多啊！加咗眼罩，你一阵可以巡逻影片都睇翻佢。上一次你睇佢赛事片咧，佢都好似唔知想点咁啊！你见到佢跑起上嚟，仲有比较生啲。今日就初戴眼罩上阵，翻嚟复榜噶啦。嗯。
跟住可以睇下场内影片啦。嗯。十二档嗰只劲有波幅就好论尽啦，摆横咗个头咧，所以出闸就唉可惜啊，慢咗好多。咁、另外前边啦，驾越就快啲啦，入边就女英进着啦，另外埋紧嚟咧，橙橙地三嗰只龙腾马约，但我当就有型彩啦，中档位置咧就是绿茵福象，咁另外见到嗰只咧入边就王者再现啦，美丽宝宝啦，铁栏就红骏之星啦，出边蓝衫嗰只咧就叫一定赚嚟嘅，咁后边啦。夺冠啦，荣达之宝啦，劲有波幅啦，华丽再现啦，包尾就系世界纪录。步速都偏快噶，咁你见啲马都拉得有啲散嘅。不过其实你都见到有唔少侧身马根本上都未及水准，啲咩美丽宝宝啊，甚至乎一定赚啊，嗰啲根本都远离水准，跑落咗。嗰只美丽宝宝试习都唔系叻噶啦，海翡翠仲要落大雨。前面放得咁快，咁我翻到嚟又散啦。龙头马约始终都系第一次跑千四啦。嗯。嗰只劲有波幅啊，中段用得太多力啦，因为起步论尽啦，慢咗闸。但系翻到嚟，其实呢只马表现得一啲都唔曳，拍住三四名啊嗰啲马翻嚟。不过中段实在即系用力过多，同埋佢都系后边嗰阵咯，相对又系赚咗啲快步速嘅啫。福榜完毕嘅啦，派彩作实。位置 Q 九搭十二派320元，九搭十三派499.5，十二搭十三派111.5。塔组合代人三拣一啦，胜出组合 A 三其他冷门啦，派32元。另外四连环派2232元。四重彩派115,251元。孖宝二场一三场九中正派1588元，二场一三场十二安慰奖派56元。睇个分段时间啊，好快啊，13秒43就系1秒03啊，跟住23秒45啦，末段慢翻啲啦，23秒86嘅总时间1分21秒77，总时间咧就快过标准时间6线。